1950年9月，新中国北京一派欣欣向荣的和平景象，刚刚踏入新社会的各界民众欢天喜地地准备庆贺新中国一周年生日。这时，退居到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制定了轰炸天安门、刺杀我中央高级领导人的夸父武陵行动计划，企图在国际社会制造轰动，国内制造混乱，以颠覆我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我们的讲述就从这里说起。宿舍睡吧，别回家了。没关系的，那我走了，小心点啊。嗯，明天见。再见。他走了。白处长指挥的在大陆的破坏活动卓有成效，总统让我向你转达他的敬意。谢总统，去坐。现在我宣布任命。任命白日为国防部保密局三处处长，晋升少将军衔，司令蒋中正。恭喜你了，白处长。谢局长栽培。你先下去吧。是。坐吧。随便点吧。是。怎么，很失望？不。
以你的为人，我相信这不是假话。不过，这毕竟原本是应该属于你的。陈权并不在乎。啊，说说你的看法。局座一定有重要的任务，交给白处长去完成。什么任务？夸父武陵行动计划。这次你猜错了。我们是派白处长去大陆指挥重要行动，但不是指挥夸父武陵行动。将来谁来指挥夸父武陵行动，是要由总统亲自选定，连我都不知道。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你，你认为谁来指挥夸父武陵行动最合适？除了局座，我认为只有我最合适。果然是陈权，在保密局也只有你如此自信。不过我告诉你，指挥夸父武陵，总统是不会交给你的。为什么？因为你另有任务。出访东南亚。为什么是我？你不要用这种眼光看着我，这也是总统钦定的。他已不再信任我了。从我们撤到台湾，在保密局乃至国防部，连我都不知道他到底相信谁呀。陈权，陈权呢？马上下来。是他决定干。太好了。处座，怎么出美差也磨蹭啊？美差？我宁愿你去出访，我去大陆。大陆？那可是共产党的天下。处座，别以为只有你敢跟共产党斗，我陈权几十年来也是真枪真刀的跟共产党拼杀过来的。可现在这个形势，保持晚节
是需要大定力的。大定力？我完全赞同。不过主座，您如果真有大定力的话，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疑神疑鬼了。好，祝主座大陆之行一切顺利，也祝你出访成功。教练，出访团跟我走。是。报告。进来。报告司令员政委。怎么才来？这位就是陆超同志吧？政委，是我。你们军长可是把你说的比诸葛亮还聪明啊。我看还是傻乎乎的嘛。不过我相信你们军长的眼力。陆超到。如果我给你一个任务，带领一支7个人的小分队到台湾去，把蒋介石给我抓回来，办得到吗？报告司令员，办不到。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而且我相信不会有任何人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我知道你们军长为什么这么喜欢你了。他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可是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陆超，这次是对你最大的考验，希望不要让我们失望。请司令员放心，陆超在任何时候保证完成任务。好样的。司令员，你下命令吧。他已经等不及了。好，我现在命令你立刻组建一支由最优秀军人组成的7人小分队，其中必须有一位女性。你可以在全军区当中挑选你认为最合适的人选，作战部的刘部长会把我们为你准备的候选人名单和资料送给你。这些人都是我们军区最优秀的军人。现在是14日下午2点半，也就是说几十个小时之后，16日的凌晨4点，小分队必须组建完毕。请问司令员，小分队的任务是什么？和平行动。你的任务是将弃暗投明的国民党特务陈全和他的女儿陈佩云以及随身携带的3份绝密文件护送到广西南宁。他们将在南宁坐飞机飞到北京，到达南宁的时间必须保证在9月25日，不能提前也不能滞后。此项任务最关键最艰巨的一点是在境外与陈全妇女会合以后，小分队要时刻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也就是说要时刻把自己暴露在围追堵截的敌人的视线范围当中，要让敌人知道小分队的行踪。这个任务的核心部分一定要绝对保密，小分队当中只能是你一个人知道，在全军范围当中我政委还有你们军长知道。一旦失密，和平行动就失去了全部意义。你听明白了吗？佩云，爸爸。哎呀，佩云。怎么样？中央领导同意了陈全提出的所有条件，要我们立刻制定行动方案。此事
中央领导非常重视，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将陈权妇女护送到北京。帝都，好，行动计划必须今晚做好，明天一早我们就要飞过去接应陈权，弃暗投明。被陈权逮捕后杀害的我党北平地区负责人陆文涛、夏景夫妇。走，带走，走，走，走。这次是对你最大的考验，希望不要让我们失望。陆处长，我们马上到了。好。突云到，报告。告诉一排长兵冲，让他把全排手榴弹集中起来。再告诉二排长，让他把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十分钟后听我命令，用手榴弹把装药给我炸平。要十个一组的扔，每组之间不要有间隔，连扔三组，明白吗？明白，快去吧。是。等等，你是谁？第七军侦察处处长陆超。你什么意思？那个少将匪首，我要活的。你说的轻巧。赵师长，执行命令。通讯员到，通知一排长，所有手榴弹只能扔在专用外面，然后集中全部火力掩护我，等我进去之后马上进攻。是。你是想考我？好大的架子，赵师生！我要是把那少校匪首给你活捉了，你想怎么对我？跟我走。跟你走？去哪儿？赴汤蹈火。好，我就跟你去赴汤蹈火。报告连长，一排二排准备完毕。发信号，开始。是。
不要开枪，把枪放下，不要开，放下，把枪放下，走。通知他，马上去军部报到。是。新的部署，难道你没有拿到？老张，说话呀！计划要求我们在行动开始之后，开始之后怎么样？说呀，要暴露自己。暴露自己，这什么意思？用我们的生命做诱饵，让敌人在我们身上得到假情报，以确保和平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这是一个连环计，哪一环都不能脱节，一直到和接应的小分队会合，每一步都不能让敌人怀疑，所以说我们都有可能死。难道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没有，至少我们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必须献出自己的生命。好，我算第一个。那怎么行？我比你们看着就老实胆小，所以说做诱饵的差事啊，就是我纪刚最合适的，也算我一个啊。我是行动组长，应该有我一份。志豪，不是我怕死，我是想……你不用解释，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是啊，老范。要是我的儿子才6个月的话，这个事儿我也得好好考虑考虑，你们说呢？行了吧，啊，你老哥连老婆还没影呢，就想儿子了啊？哎，不过说老实话，有时候没老婆孩子也挺好的，省得老婆孩子的挂念。好了好了。咱们别弄得跟易水边上似的，咱们又不是赵国公子。说得对，你的任务并不轻松。如果我们都死了，你也要确保将陈全妇女和文件送到。你牺牲的可能性一点也不比我们小。虽然我们先走，但我们谁也不比谁懦弱或者勇敢。行了行了行了，别跟大姑娘似的啊，说不定我们哪一天突然在大街上遇上了，没准儿你小子还来一个哟，这不是纪刚、李勇和老张吗？是吧？来，咱们做下具体分工，把行动计划考虑得更周密一些。纪刚，你打头阵怎么样？这可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行，没问题，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这个诱饵吧。把烟给我。
七连一排排长何顺前来报道。还站着干嘛？是。开车。先生，您的餐饮。都在这儿了。先生，有什么服务找我？明天凌晨三点。总算盼到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万岁！是少爷来吧？是他。这是正往师部赶呢，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好我们赶上了。加速开过去。是。加速。哎，那参谋队长，那是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啊？邵运来，你呢？何顺，何顺呢？欢迎你，包子。哎呀，大哥呀，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呢。积点嘴得吧，以后咱们会天天在一起。好。谁呀？哦，快回去。
接受陈全先生的一切条件，无条件的不惜一切代价的保证陈全先生和女儿陈佩云的安全。周恩来，爸爸，您现在什么都不用担心了。是啊，有周恩来先生的亲笔签名，我绝对可以放心了。仓库在哪？啊，这就是。好快的刀。李铁，欢迎你。这些东西没别的意思，就是想看看你的刀是不是卷刃了。团侦察营战士王二牛前来报道。来得正好，欢迎你加入小分队，大家认识认识吧。是。这项任务的难度在于，你要随时准备挨打，更要确保陈全妇女和文件的安全。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我是陆超。小分队的女同志人选确定了吗？报告军长，人选已经确定了。那为什么还不让他来报到？你是怎么搞的？距离行动开始还有半个小时，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下命令？我……你什么？说。我下不了决心。为什么？因为他是你老婆，还是因为他不合适啊？啊？说话。他是最合适的。那就是因为他是你老婆了，是不是？是。你还好意思承认？要不是我对你有16年的了解，我立即撤你的职，关你的紧闭。军长，对不起，是我错了，我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陆超，我了解你的心情，可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在这个时候犹豫不定。一个革命者，一名共产党员，一个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挥员，
不仅能让自己微笑着面对死亡，也要能够有让自己的亲人面对死亡的勇气和胸怀。我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我们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安宁。你再想想小分队的其他五位同志，难道他们就不是你的亲人了吗？军长，我明白了，我立刻通知杨玉梅同志赶往边境和小分队会合。卢超同志，我知道你已经做得很好，你没有随便找个女同志来充数，这说明你始终把任务放在了第一位。这也是我对你仍然充满信心的原因。好了，请接受我的敬意，并祝我们的和平行动圆满成功。报告。进来。侦察参谋杨玉梅报道。是军长让你来的。是我自己来的。陆超，我真为你害臊。军长一直等着你自己决定。你以前从来就不是这样的。但是这次的任务跟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你怕我会死？是。可我是最好的。是。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任务开始以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你也是。归队。是。小心，连长！队长同志，小分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主力，是。小心。收起。我们这次执行的和平行动任务是保密程度最高等级的绝密任务。在执行任务的整个行动过程当中，小分队将完全独立，不受任何人、任何部门的调动指挥，也不可能有任何组织和个人给我们帮助。所经地区，党政军各部门均不知道有我们这支小分队的存在。我们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少有的一支执行特殊任务的小分队，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七个人就要团结的像一个人一样，为完成我们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战斗到底。大家有信心没有？有。命令，和平行动现在开始，出发。是。
感慨，独上青苔，追忆那迷失的黑白。我深深你给我对白，我的爱却收不回来。路归了路，路是以后我跟指挥部联系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回避。真正的较量就要开始了，一定要把他们消灭在这儿。我的表演好不好，就要看敌人的反应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会合地点改变了？是。